我们这两个阵地要是打散了，就往西北方向跑，死也要死在离九连坡最近的地方。好。 不能等了，快走！不能这天不管，不能在这儿打，在这儿打起来，他们被炮眼还会回来救我们，到时候谁也跑不了，快走！哎，老邱，剩下的人呢？把他们前面去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没看地形有咱们人扔的东西？别捡了，快走！老邱啊，你教我打枪吧。我教不了你，教得了我？刚才怎么杀那些白狗子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能不能凑巧了吗？啊，你也知道。 我们这四个人都是残废，能教你什么？哎，哎呀，老邱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教我呀？原班长也不教我，你也不教我，我不是红军啊，咱不是战友啊。我们，哎，我是班长啊，我可以命令你，命令你教我。我跑不动了啊，老邱，啊，我背你。哎呀，算了吧，快走吧。 哎，二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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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子，小子，小子，你醒醒！哎呀，小子，你再醒了，自己走啊！我一瘸子，我可背不动你呀。 小子，我背是背得动，可这条腿吃不上力，我迈不开步啊。算，小子吧，我就在这儿守着你吧。
缘分这东西啊，还真不好说。没死的苏旭，那跟老班长一块死，都跟你死一块了。我说你小子也真是不行啊，脑袋撞了下石头就撞晕了啊！就算咱运气好，能活着回去，你也就和周都丽是一个样子。就这。 还要说跟我学打枪呢？啊，到时候你一个猪脑子打得了枪吗？哎，老邱，你说话得算数啊！小子，你醒了，快快，你得教我打枪啊！好，先向镇定靠拢再说吧。 上哪儿去了？我以为你跑了呢。哼，你这是记挂着我呢，还是骂我？我不是怕你不教我打枪吗？现在打着仗呢，打枪也不当个时候。哎，你说的话你不会不认账吧？